我中文超没有口音。屁呀、啊！我超级那种以前台大外文系很假掰，英文很好的人会讲话就这样。你什么时候开始学英文？为什么你的英文听起来真的是没什么口音？我是从国小读双语学校。双语学校，你看，我讲双语学校啊，没有，你刚刚不是这样讲？你有女生朋友吗？有很多啊，都是这样讲话的吗？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很凶哎、欸！我讲的很凶，因为超靠背。放松，不要紧张，太紧张了啦。因为我自己都觉得没有那个。Wow, you're so not aware. 我之前去报名补习班还是什么正音班，是不是？好妖哦！我怎么知道？你好鸡巴呀！哪有？你好鸡巴！说实话。